他问说我们这样会不会太快？我就说，我说严格上说起来，我们认识感觉是太逻辑了啦。我们认识10年了，人家问这个哪里逻辑？不是不是，人家问这个问题就不是想知道说会不会，重点就不是2个月会不会太快？我就开玩笑了嘛。我那个时候就对你印象很深刻，然后我们过了这么久没有联络，然后又再次遇到，我其实心里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，我一点都不想要 miss 掉。你是好好发自内心讲这句话，真的感觉你要哭了哎、欸！真的真的真的，我们到宵夜店了嘛？停好车到宵夜店，那、停在过程中我们还是牵他手上去。后来我们就点完餐之后去结账的时候，他就偷偷问他朋友说。怎么办这样？那我知道，他自己跟我讲了，他就问他朋友说要怎么做，然后他朋友就跟这边跟他说什么，你还不确定的话就不要答应人家，不然这样会变成渣女啊什么的。他朋友他妈的干这边乱教笑的。如果你想问我们是在一起的这一句话，他问的，对，你在开屏东大桥嘛？对啊，路边停下来啊，停在干嘛？停上去啊？停在 fuck。你没有被抓到我 OK 啊。这时候你更要保持冷静，不能用你的感性做事情，不能用积极想。我没有啊。你有？没有。 你才有。你才会这样子。我保证我不会。没有说让你干他，这很寄养。 我没有要干他了。我就说抱上去亲这样。我会找个地方。你都凑过，不是还找什么地方？你不是叫我路边停停下来停？你怎么能边开车边亲啊？要停在中间哦。不是，就是停在路边、啊。停红绿灯，停路边，停红绿灯就可以了吧？哦，红绿灯可以，很急。红绿灯，他只说下次见面给我答案，下一次见面就在明天晚上，是吗？对啊，就已经都约好了。啊，等一下。他昨天说下次见面是明天晚上，后天哦哦哦，明天晚上他妈就现在。我想说，哎、欸，你为了我抛弃他，我放鸟干，我先走路，绕跑靠背啊。哦，所以你假设你就算被拒绝，你还是会继续，还是会继续一下子、嗯。可是我会让他知道，说我不是会一直等你的那种。对，我给你2天，对我给你2天时间，你拒绝 我的话，我再接2天，这个优惠手续费就回到原价。你没有今天加入，手续费就回到原价。哦，不小心用成别家的谈单方式，他牌的谈单方式。Oh my god！ 这个 Oh my god！ So fucking hilarious！ 如果我会一直等他那。那他就只能当下加当不不，是我不是当下加入，当下答应。看你妈，哦，上班好累。之前的出去的每一次都没有肢体接触，我们就连去拍贴靠太近都不太敢。哈？为什么？我还是在那种牵到手就会勃起的年纪。屁啦！应该说对这种，我就用这种方式去跟他相处。所以真的会勃起、欸？昨天真的有点小小硬，干你啊！不要再吊我了，好不好？但是宵夜店也不能干嘛嘛。我最讨厌那种在公共场合这边手牵手的，要放闪，他妈回去放闪。干吃个饭而已，在那边牵来牵去、亲来亲去、躺来躺去干嘛？你是嫉妒吗？不是嫉妒，什么羡慕，还是你也想？我是觉得他们很白痴。会吗？为什么？就在公共场合直接这样放闪，干、啊、你是不是也会？如果是我，你这么站在那边，你这么没有认同我。如果就是你了，我难怪我上次看到一个平头，可能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你。没有，如果我真的很想抱或者亲这个人，我不会管旁边有谁啊。好，如果你今天在什么什么观光景点。什么西子湾？哎、欸，那种公共场所，我就觉得好，你要抱，你要牵就去吧，反正这是个浪漫的地方。但你今天在一间宵夜店，四海豆浆，这样子抱我也会啊。你在四海豆浆会这样？我有在四海豆浆，干，又是你了，平头。抓到了，讲到哪里啊？怎么歪掉啊？是宵夜店啊，我在那边打拳击沙袋。我那边说、哦欸，我教你打拳，我练过。我在那边打，然后他就说我很厉害，他就说可以打他讨厌的人嘛。我就说好，然后
然后再打你。他讨厌那么没有，他讨厌那么护理长。他没有讨厌我，他怎么会讨厌我？他才他才他现在是喜欢我的，现在是喜欢我的。我知道了。哎、欸，我其实我原本也以为他会想要跟开玩笑说打我。你知道我刚才笑什么吗？笑什么？他没有讨厌我，然后你一转身摸那根草，然后他喜欢我。不小心，哎、欸，被拍下来。干！不要。我先，这个嘛，我，对对对，这个，你刚因为，你刚大麻收起来，没有，他没有讨厌我了，你再转过去一点，他这样，他喜欢我，真假？我觉得那个有一首歌的歌词，我不是不能没有你，只是喜欢有你。我不是不能没有你，我只是喜欢有你。我觉得写的超好，写的超好的。哦，笑死！写的超是不是写的很好？